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IDI 的案例咪咪设计联盟，我是阿哲。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，然后因为没什么功课啊，应该说根本没有功课，所以我才有时间拍实况，不然之后真的是没时间。我们今天要玩 Minecraft 地图，然后是由鱼竿大大制作的，然后他的第三个鱼竿自制地图三，然后对啊，我不玩一的原因是我是被这个标题吸引的，所以就直接玩这个。然后对，他就叫未来越狱，阿杰特别偏未来越狱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先看剧情。我叫阿杰，我得先声明，我真的很爱我的女朋友，爱到不能控制自己。在接近疯狂的情绪下，我绑架了女朋友。当然她很聪明，很轻的就逃出了。为什么很爱自己的女朋友却要绑架她？这好不合理啊！那个可能主角那个精神有问题吧，想必是过度惊吓吧，竟然去报警抓我。一定要的，导致我蹲了这苦牢至今快一年了。我真的好想念她，再这样下去我会疯掉了，我得逃出去。不过女友应该也不要她了啦。规则。禁止破坏任何方块，请开合明模式。成功设置的机关不可重复使用。视野及亮度随意。Go go！ 为什么我一直听到那个开关声？是管理员吗？先不管。然后利用粘土跟水拖制作一把钥匙。哦，藏在这哦。哼，应该没东西了吧？然后。这个是马桶的，马桶。所以监狱本来监狱都是长这样吗？哦，外面真是空空如也。然后不管啦，反正就是做钥匙的话，那就给他逃出去吧。走吧，耶。然后又说，阿杰，为什么你跑到外面？人家也要。哦天哪，我自己做钥匙的，你自己不做，是不是？然后他是老友，这扇门是没办法直接打开的，也许大哥有方法。大哥是谁啊？我吗？是我吗？我那么伟大吗？然后被关在里面的是万恶不赦的超级大坏蛋也，这里面哦。所以我要去找他的意思吗？是吗？无期徒刑，禁止携带任何物品入内。哦，你是犯了什么罪？我没有携带任何东西啦。然后你在哪？你在？跑到上面去了。你想逃狱吗？好啦，那我们这边有剧情。然后大哥，小变态。怎么跑出来了？我一般解释，这小子还真恶心，什么活不下去？谁啊？谁很恶心啊？总之出去就别再回来。他在讲什么？上次小弟们来探望我时，偷偷帮我搞了个关开牢房门的机关。听他们说他们在运动场上挖了个密道。但却错把机关设置在平常根本进不去的厨房，一群蠢货！你得去登记处看看了，应该有厨房门的开关。好多线索。所以有弄机关，然后，所以我们要到运动场上看有没有密道，然后里面看有没有机关嘛。所以要进厨房吗？还是要到登记处看看有没有厨房门的开关啊。好吧，要把它记下来。所以我们现在不行，那外面出不去啊。这开关按得到吗？按得到吗？有点困难欸。有了。帮我按啦、帮我按啦、走开。我怎么打这个大坏蛋啊？他会不会来啊？反正他也追不了我。那我要先走了啦，你看门开了，耶！话说不会有管理员吗？
有监狱、户外活动场、餐厅，然后这很可疑，登记处请勿随意走动。哎呦，这个，哎呦，我好像开了什么东西，应该是有重要的东西吧？哎，是这个哈、哦，厨房非啊，这边就厨房了。非职员禁止进入。我应该是职员啦。好多东西哦。男主。我们拿到一个木材。难道又要合成什么东西了吗？不好吧。好像是诶。怎么办？已经好几个人说我笨了。说我根本不会是什么。合成什么的都不会。冰箱。为什么？对，这个材质包是……我不知道这材质包会长这样，我吓到，什么鬼脸啊！我吓到了。猪肉内藏有寄生虫，当烹煮时要烤至全熟才能食用。什么啦？居然有寄生虫！原木材是在这边用到的。你居然那给监狱？不这样好慢哦、喔，随便。这边有合成的，所以之后还是得合成吗？这边是藏了什么吗？所以嘞，我们烤出东西来，烤出东西来又怎样？但还是不是啊？这样就全部都用掉了、啊。所以嘞，等下烤完好了。还有一个木材啊。还有一个木材又不知道要干嘛。对啊，烤猪肉拿来吃的。还是要放置东西在上面，是吗？不过这个桌子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吧？没关系，还是试试看。丢不准。难道它丢不上去哦？不可能吧？刚好有装去啊！完蛋了，我的肉肉过来了，烦欸。所以现在是这样，他根本好像根本救不上去了。不管那足够了，还是洗一下好了。旁边有东西开了吗？等一下我们先到旁边去一下好了。我觉得丢猪肉这方法好像没什么用。这边没东西啊，原来厨房那么烂啊。这边是看起来像篮球场的东西。应该也没有东西啊，对啊。所以我们还是放个猪肉上去好了。至少这是一个机会嘛，可是我好像连猪肉都丢不上去，怎么办？这样吗？不是啊，猪肉会掉下来，猪肉真的会掉下来，丢远不行啊，丢远一点它就跑走了，这样。好烦哦！这边可以进来啊、哦！完蛋了，我眼睛有问题。问题是进来又怎样呢？进来又怎样呢？我不懂哎，没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啊，没东西可以按了。对啊，真没东西。
然后我们还是丢不上去，这样，哼，卡上去，哎呦，还是最后根本放不上去啊，好像有这回事哦。怎么办？拍完这影片之后又会有人骂我无知了。还是我是不是做错什么方法了？是我把木材给浪费掉了吗？不是啊，只有木材跟猪肉，我还能做什么？哎，不管了啦，我想去看迪拉了。真的烦呢、欸。我一定有漏掉什么啊？跟我讲，你有漏掉什么？哦哟，我想待会又要去上网找答案。为什么每一集都要这样呢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这个闸门可以打开，然后我却没有打开，真的烦呢、欸。哦。Okay, so let's begin. 这边应该是没藏什么东西啊。那我们出去吧，出去看还有什么东西。这边就是那个对面，这边是餐厅嘛。像这种桌子一定会暗藏玄机。不过好像不会啦，好像不会。然后，大哥的座位下有张纸条，上面画着图案。去查，这个是查位置哈。这边一排十位吗？对，十个位置。所以，然后这个位置有问题。当时哦，看一下，圈叉圈圈啊，对啊，所以是这个位置有问题。问题这个位置看起来没问题啊，是要坐在这边吗？是吗？还是上面没有啊？这个一定有问题啊！还啊，放桌上去吗？不行，还是放不上去。奇怪，为什么放不上去？哼，管他的。那之后，可能之后有东西吧？还是对面？对面没东西啊。这边我也不知道有什么。对啊，那我们去其他地方好了。这边真的没有管理员，好怪啊！也都晚上了，然后。就这样啊，空空如也啊，这个也都不能按啊，我也不知道要干嘛。这个水好像也没问题啊，好暗哦。不过刚刚是检查过没问题的，上不去，还是这边没问题吧。是的，没问题。所以我们还是得再去检查那个位置，看有什么东西在。对不上就算了，还我。还是这个吗？木材对不上啊，还是要直接放在上面？放在上面应该不能触发才对。还是要站在上面，就能看到什么？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似乎没有了。哎呦，没东西啊！喂喂，明明就写这样，还是反过来？我们看一下好了，
是这个位，这个位置吗？我觉得不是啊。哦，不过这是暗藏位，还是我打掉？我要试着打掉椅子看看，看有什么东西。不行啊，他说东西不能打掉啊，放回去。不过位置好像怪怪的，随便。好吧，这东西真的十分可疑了。他说，对啊，这边好像没东西啊，我仔细看，是没东西，没错。还是我刚坐了上去就门开了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真的要上网找了。好，我应该要上网找了。对啊，或许是我真的不知道，这边也不是啊。还是这个门，是这个门吗？等下。这边有东西吗？这边可以拿吗？这边有东西拿吗？好像没有。对，好像没有。这是哪来的声音啊？你们先把这个开关给关掉，这是关掉吗？我不知道。好啦，那我待会再回来。Hello，我又回来了，我就又不要脸的上网看了一下，然后应该是这个炉子啊，就是我刚刚只用一个炉子来那个煮东西，应该要。好像拿一个来煮会有东西，然后是这个哈，那我们就拿一个好了，仅剩的最后一个啊，不行，猪肉已经烤熟了，完蛋了，那我再拿一个生猪肉好了，作弊时间，不行啊，64个太多，一个，你看就有声音了，烦死了。所以 是哪来的声音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作弊。这边呢？酷诶，先拿回烤猪肉。所以我们拿到了什么呢？我们拿到了一个控制杆杆呢，不错。问题我们要拿杆杆来干嘛？然后那个椅子又是干嘛呢？这个不懂，要把算了，我们先把拿杆杆来开门，然后登记处到底是开关啊？应该是开吗？啊，这边好像是箱子哈，拿到了书，我们拿到一本书，应该是成就吧？又不，抱歉啊，有人在叫我。那等一下要暂停了啊。Hello，我回来了。好啦，我今天为什么被暂停那么多次？你先放这个上。好，你好像又不是这样。哎呀，笨！惨了，又要一大堆人来骂我了。不行，这样不行，到底要放哪？等一下。所以真的要放在那个叉叉的那个地方。其实刚刚是我爸叫我去吃晚餐，怎么办？还是，有了，所以反正等到之后发现有进展的时候，那就我们来把它给分两集嘛。对了，也差不多了，也快20分钟了。虽然我看别人玩好像也没有那么。不是没有那么久，就是
没有再分两级的，哎呦，然后还真的下到一楼来。不过大门伸锁，得想想有没有其他出去的办法。那我应该要先下去吃晚餐了嘛，所以应该要分两级了。我总是比完别人的实况还要久啊，为什么呢？可能是因为我麦克的知识不足吧。好啦，不管啦，所以那我们这一集先到这样咯。那谢谢大家的观赏，然后敬请期待下一集吧。那可能是吃完饭后就来拍第二集啦，反正随便啦。那先这样咯，拜拜。